们是这个通过网络征名啊，根据这个网友提供的建议呢，汉，那么当然是代表我们武汉，因为他出生在武汉，所以是武汉的出生的一个宝宝。宝当然就是这个很大家共同理解的一个意思，就是一个宝贝宝宝啊，就是一个武汉出生的江豚宝宝。